这个视频咱还要穿衣服，看大家的心情，给不给都行。你咋慢慢拍的？香不香？老得劲了，这个肉一口秒完，给个双击啊，老铁们。这腿已经炕熟了啊，头还是生的，这是比较新鲜的啊。我一般都追着活了啃。是。这是肉吧？这肉吧？这肉吧？吃口姜，来个不一样的撸串啊！反正贵人的一定要来个双击哦。紫皮，是个大虾，好不好？你看大不大？新鲜的大虾，这是鲜活的大虾。如果这也是养殖虾啊，海水养殖的虾子，来18K。好吃吧？我跟你讲，要吃就吃鲜活的虾啊。